OK，So，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暖雪，走吧。漫画、小说、漫动漫、娜娜的，或者是娜娜之类，为什么我会出现2次？等一下 ，OK，重新开始。等一下啊，OK，有，听到声音了。异常状态死咒效果，我觉得我们俩，我觉得都差不多哎，随便吧。然后我记得这边可以再拿得一个圣物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可以选择我要什么圣物，是不是？哦，OK，可以。那我们放在这边。好，走吧。然后一样是中学，我到底何时才能过我的中学？但以我们现在这状态，我在想，等一下，我就打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玩这个吧，训练吧。我没有飞剑，你给我飞剑，你到底有什么毛病？所以我们看打到的是雷的伤害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没有飞剑了。可是我们只要用普攻的话，我们的那个瞬移会变成就是有雷的那个效果，这样。切杀给杀都贴心，我会谢。没毛病。我们没有冰霜伤害，为什么？防御吧。主播在游戏性上面有吗？有，它叫暖雪，或者是你找暖 store 也有，找暖 store 就找到了。这款游戏好玩，只是我打得很烂而已。后面那句才是重点。小菜豆安安呐、啊，雪儿安安呐、啊。我们打 BOSS。攻击了行不行啊？这位同学，够了，可以了，住手！感谢小秋三十三个月的续订哟。这什么？哎呀！我到底在打什么啊？请问一下各位观众，当你释放真蓄雷闪或者是雷反的时候，你将获得坚。雷神之刃的效果是你的怒雷造成伤害增加200%，触发提高100%，持续5秒。来吧，老头子给你安排了新任务，准备动身了。是，我感觉我在被搞。今天咱怎么不喜欢吗？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啊。
我觉得这个都一样哎，算了，放这些吧。最近，好的，奴家会为公子重生，重新注入力量，请公子稍作等。好。还要再洗吗？哇，这是什么？算了，再洗有意思吧。还需要重新注入力量吗？这次可能需要消耗一些我们刚才可以洗到了，各位观众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去睡觉了。开敲啦！先用这把。都最高品质的哦，我可以洗练。爽。好，就先这样吧。真没劲。准备好了吗？年轻人，石州城好像已经出现了动乱。这确定是那烟气，我可能不小心献祭到谁的了吧？你们要不要看一下聊天室是少了谁呀、啊？有人可以跟我说为什么那把刀会在那边？哦，我的刀，哦，它是我的刀，哦，它是我的刀，呀，你是我的刀还是对面的刀啊？我们要讲好来，不是，我感觉你在针对我、啊，是我错觉吗？呀，那刀到底是我的刀还是对面的刀？我好怕他们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又是飞剑啦？完了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没用到哎、欸。可是我也没有用到燃烧中毒。哦、所以我可以先放入这个。那这几把剑啊，我觉得我等下打伪王的时候，我会很怀疑到底是我的剑还是他们的剑。哎呦，那一招真的会让我在那边在想到底是谁的刀。近战攻击速度增加 ，OK。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吗？没有，什么都不要带。不喜欢吗？是不喜欢，谢谢。我们刚打三次，是不是？算了，随便了。画上是烟雨的江南小镇里，有一位年轻女子，女子佩戴着一枚青色的玉佩。画的背面写道：“赠失意，执君之手。”待青丝熬成暮雪，待青丝熬成暮雪，这把稳了没有？我觉得你们在跟我立费了，你们不要跟我论一万立费了，各位观众 ，stop it， 不稳不稳不稳。好，我们打着火入魔吧，反正他都来了，两边都一样，还是个伪兵。看稳了，我你们又在帮我立 flag。
骨头，骨头应该没什么作用。那我们走这里，安娜特特，呀，我是漏掉了水，我奇怪怎么好像少了水，黑福旺，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礼物，没有要带任何东西。不喜欢吗？不喜欢，吃掉。这可是怒气爆发。OK， 我想想啊。我觉得可以先放在这边。大只有兽级才可以拿到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，算了，再见。决定了，可就不许反悔了。走吧，怎么可能不嫌弃？来吧。那个雷哦，蛇发基地造成岩石哦，可以去拿。这家伙中饱私囊，任务完成。让我看看，下一个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今天咱剩了几个宝贝？又是你！哇，这可真罕见！您这手气不？八十。再见。我不要火焰伤害。再见啊，没有提到。准备好了吗？前方就是司命台了，你可要小心了。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打小怪都没有那快死哎、欸。这里吧。技能书，哦、oh, no， 我让他停下去了。OK， 所有攻击加30%，最大生命加15%，防御增加1%。Let's go baby。
赶紧死太快了吧。恐惧没有。什么东西来着？哦，我想起了，好，没事了，可以了，是吧？你想要去哪里呀，同学？生物我们有满。一下课上出来吧，叠景不需要，这也不需要，这也不需要，这也不需要。白狼是什么？所有攻击时有20%几率巫师可以吃伤害 BT， 你所有提高30%。这个好像蛮不错的哎，可是我没有流血状态。OK， 没有流血状态，那就算了吧。你来先灌水，不要，等一下啊。哦，还有怪，我看到了箱子，水晶，来，水晶是玩毒的，我们没有毒。水银，水晶，哎呀，呀。要被撞，近战攻击增加16%。但啊，这个需要用收件技能呢，我没有什么收件技能可以用呢，各位观众。再见。安安宁哦，那是爆怪是不是？是，那是爆怪。那我看到宝箱，等我一下。谁丢石头啊？你还没死，你们不要给我钱，谢谢。不要动不动就钱。今天要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吗？没有。哦，这可是……哎呦，我玩雷完全没有看到雷的伤害耶，这可是全部都是火，是什么鬼东西？啊。不喜欢吗？不喜欢，再见。
王不见了，不能怪我吧，对不对？今天也玩闪电，因为我原本想说今天拿的东西适合玩闪电，我就玩闪电了，结果连一个雷的东西都没看到。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小怪都比较强。好，耶！主播，我不死了！哎呀！对啊，这把是什么？剧情。有人手上有计算机吗？各位观众，我希望你们帮我算个东西，因为我懒惰动脑。五十点，那个幽冥之魂会提高一个1.25倍，那我要提高到300%，我总共需要多少？哇，好多哦！那不能乱花钱的是吧？啊，他死了！啊，你死了！好吧，不行。12000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遇到那个老板娘买，跟他买礼物，升攻击力会比较滑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确定你还需要提升伤害？要，我跟你讲，鬼王很麻烦。核心放在这边，没有吗？所以我还是要想办法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这一次，哎，你有雷雷？又想怎么取悦妾身？哦，这可是，嗯，谢谢老板娘，老板娘再见。路上可要小心。好，我会小心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应该吧。妾身可是十。好，没事。
跑错地方，我没拉塞，所以你妈塞，我屁股差点被烧到。那个也很香。刚刚那是太阳吗？虽然大家都见怪不怪了，可我还是会好奇，你为何从来不说话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话？可能我在抱怨你，你也不知道而已。宝贝，你拿一个。就这个。散场啦，下次。我还是要洗啊。昏迷加流血没有用啊。你可以告诉我醉酒跟流血可以来干嘛吗？最后一次。OK， 谢谢你，可以了，就差一个醉酒没有用到，再见。要出发了吗？穿过前方的万丈。哎，客厅大婶啊，你好哦，怎么又被说可爱啦？只能靠你自己了。醉酒燃烧的火属性可以啦，这就一个醉酒没有用到而已，不是吗？会会啊，炸吧！我觉得我需要一点补血技能，我有点太冲了。哦，谢谢。这样子跑。那人是被我一冲就爆了吗？别炸，别丢，别炸，别丢。OK， 手指没有用，没有再打这两个属性啊，哥哥。旁边那一枪打会补血，哦，是哦。好，那我尽量打。No, OK。 好，提高我瞬移的无敌时间，我觉得这东西很赞。终于来了。没有，你没有我要的。妾身被君可是真心的想啊，决定了。现在在打什么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打什么。你觉得这 boss 可以活过三秒吗？有啊，我走过去需要一个三秒啦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。触电效果额外伤害，可以。你们不要立 flag 欸，我都觉得我应该过不了关，然后你们一直说我可以通关啊，我就卡住了。乌龟不要，
做好，不要误会，这太麻烦了。我觉得那个剑太 OP 啦，我是我后面那两把剑。跟 OK 走上面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问题，象牙不需要。一个都不需要，这一次又给我带什么惊喜来了？没有，没带给你惊喜。快走吧！哎呦，不要龙卷风，求你了！啊，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了，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靠腰，结果还在龙卷风。拿出来了。再次转动吧，天地天位，万法诸境，轮盘，哎呦，再次转动吧。I had 龙卷风 ，excuse me。对若独掌，蛇影无踪。转动吧，迷机流火，余烬皆盆。好，因为我还是觉得龙卷风比较烦。罪有应得，罪有应得。真实伤害不错，有50%几率，有5%几率为我恢复3%生命，应该不需要真实伤害吧？这么复杂的机关，走吧，任务找安娜小白。看看下个任务是，冷面安安娜，你等等我呀。你们要看他喷的吗？我给你们看他喷，喷的。OK。哎，您看看，你喜欢哪个？三色，三色不需要吧？怎么不喜欢吗？嗯，不需要。准备好了吗？终于要到皇城了。谱子章，我被什么东西打？叫你吐，
吐。为什么还会有火？吃趴地做的相当于生命20%的护盾，我可以送去洗多一次技能，洗一次看看。葫芦吧。完了，你们又在帮我 deflect。不要啦，我再拿这个我是会挂，等一下我觉得我会挂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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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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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有这个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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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呃位速度我也想拿这个看看呢、欸，按按喽、哦、那个风，再按你好呀。我想赌看那雪趴。去哪里？啊！同学。我可以动住他，我还是没跑。等一下，忘记了。今天又给妾身带来可口的灵魂了吗？啊，再见。不喜欢吗？想说读一下。啊、快走吧。这里是打谁呀、啊？我才想问，我今天要打谁？你就直接冲出来！最近我总是做着同一个噩梦，那孩子回来报仇了。那孩子回来报仇了。你在说我吗？是的。再见。珍珠。对，我记得珍珠没有用，我没记错。
来不及打招呼就有他跳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拜托。我要打什么？我没办法用瞬身，不要啦，同学。给我一个三秒，可以了，好吧。啊，终于来了！没有，你没有要的东西。妾身对君可是招风。哦哦，打你！我想起了。暂时，谢谢。怒雷提高五趴，这个好了，地裂之雷。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，不要每天对我朝思暮想好吗？英雄，你可别让妾身感到无聊。看看你喜欢哪个？年轻人，准备好了吗？皇帝老儿就在下面了，接下来走吧，是最后的战斗了。最终目啊！我一想到他那个剑就很烦。他那个多剑的那一个，我不喜欢打他那一个模式。啊，来了！五秒 OP。四圣之剑，烽火号令。你进入下一个模式吧，不要吵。咬金了没？你好了没？再见。龙椅的选项吗？各位观众，没有，就是不要把它放出来的选项吗？对啊，动物又梦到用，有两个选项，可是我这边只看到一个。要解隐藏成就哦，好吧。那我们家老板娘要出来了，跳打这场好快哦！这趟旅途可真是辛苦您了，英雄。嗯，这边有办法跳过，有。又来了，我看看，玄武怒气飞刀，生命上限用尽降低，伤害加深远程，无忧上限，
葫芦瞬发，我就需要这两个先，然后我再继续加这边。OK， 回哥哥，我就这样打完了，姐姐。